梁龙祖中转鹰转日，日转鹰转中的日常。头有什么头疼的事情吗？就之前根本没考虑这事儿，后来发现哇，我们这个交流真的好国际。我先说我的感受，啊、I might talk my first feeling， 像一个鹰 ，Yeah， 你都 go free， 语言都说不到一块儿去。我的英文特别不好，我得靠向佐去翻译给牙。蒙古的舞蹈本身也是一种感受，蒙古舞很多都是这种。And the Mongolian dancing, the spirit is always like this. Ego, 再用日文转述给黑泽。黑泽再转述回来给他日文。Jack と多分自分のイメージが多分然后他再转述英文给向佐。So what he said, yeah, the strong part.You know, kung fu performance. 再转移给我，你就这一个轮下来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体力消耗有多大，你知道？哎 ，no。